原标题被康熙盛宠十年，生五子一女，晚年未被禁，他到死都只是一个非康熙大帝，一个全中国都认识的名人。关于他的历史很多，故事也不少。他幼年登基，铲除鳌拜，又平定三藩，是个难得的少年天子，更是难得的好皇帝。作为一个皇帝，他是成功的，是杰出的，是了不起的。